很偶然地參加了這個毅然起行這個歐亞班，很 amazing 的過程。其實我自己做人的態度和理念呢，都是每日識多一點點，每日見多一點點。但是這幾天的課程呢，真的令到我不只見多一點點，學識多很多點，見到很多很漂亮的東西，還有呢在感受方面呢，是很大的感受，令到自己呢很多的啟發。這個課程呢令到我以後的對人生的態度呢會更加 positive， 更加正面。所以正能量在這個課程呢最大的得著，就是那個正能量呢是提高了很多很多。這個是真的對每一個人都非常之好。所以我覺得這個班呢，即這個毅然起行的班，又可以給一些這樣的年紀以上的人參加，真的很好的。因為我們這個年紀有時候真的有些少單的，因為經歷太多啦，家庭啊，各樣東西啊，還有事業啊，即各樣東西都會有起有落。但是呢，這個課程呢是將你整個之前的單的東西都 move up 翻，所以 very good。